儿子，去开门，你干妈来了。干妈？哎，死丫头，干儿子是越长越帅了。哎，胖子，肉都去哪儿了？注意你的说话方式啊，在公开场合对他人进行侮辱是侵犯我名誉权。你拽什么？别动手动脚，我有女朋友了。放心，普信男，我也要奔现了。那你可得小心，他脑子里全是水。妈，我出去约会了。哼。